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你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方法来面对你？如果你不得正道，那么财富对于你而言将是一种灾难。如果你不得正道，没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方法去度过自己的人生，病痛对于你就不仅仅是肉体的折磨，而是一种灵魂上的迷失，让你在疾病痛当中找不到生存的希望，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所以，正是因为你是一个，如果我们说你是一个成功者。 正是因为你是成功者，所以你要懂得正确的利用成功，正确的对待成功。当你能够得到伊斯兰信仰的教导，伊斯兰会告诉你一个成功者应该如何去度过自己的人生，如何去行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更需要伊斯兰的教导，告诉你你为什么会失败，如何去克服自己的 困境，如何成为一个成功者？所以，阿拉苏巴哈努瓦塔拉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也是古兰经当中教导我们的第一个祈祷：“哎，你让苏拉特穆斯塔金，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那么，在这里，阿拉苏巴哈努说：“求你引导我们，也同样如此，教育我们穆斯林，而不是引导我穆斯林要有博爱的胸怀，要爱人。” 爱自己的牧民兄弟，如爱自己一般。正如阿拉的使者（s.a.w.）说：“拉有米努阿哈杜贡哈特约黑巴列黑希玛约黑布林纳夫斯伊，任何人都不算完美，信仰完美，直到他爱人如己，爱自己的兄弟如自己一般。”那么这里为什么我们要祈祷？哎，你能随拉德穆斯塔金？我一个人在想，阿拉祈求，为什么是我们呢？那就是正道上。 遵循正道，实践戒行信仰，永远不要怕人多。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信仰的人多了，然后信仰就没有意义。不，正道应该人越多越好。人们越热衷于正信，你应该越感到自豪。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个生意买卖、一个商人，有可能你要保持商业机密，保守商业机密，不能让更多的人涉足你的商业领域，以免抢了你的生意。 但是你是一个穆斯林，你不应该保守你信仰的秘密，而是应该公开它，应该去弘扬它，让更多的人来接受。同样，这一节古兰经还要告诉我们，穆斯林应该爱人如己。就像我自己希望得到正道一样，我也同样希望别人得到正道。我希望我能够被引导，我也希望别人能够被引导，就是真正的 有博爱的胸怀，有大爱之心。那么反之，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许多穆斯林在远离信仰和教门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觉到就像自己远离了教门和信仰一样，痛心和难过。应该努力的去为他们争取获得安拉的引导。所以说，伊斯兰不是要培养出自私、狭隘、封闭的穆斯林。 伊斯兰要培养的是博爱、心胸广阔，能够仁爱天下的穆斯林。而从另外一个层面，这些古兰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穆斯林，我已经在尽其所能的遵守着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的教导，那么为何我还要再说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呢？这从另外一个层面 是对我们每一个穆斯林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即你现在的信仰虔诚，对教门的遵守，并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你要时刻铭记，是你曾得到了安拉的引导，所以你成为现在一个优秀的牧民。那么，如果你还想让这样的优秀持续，你就应该继续去寻求，继续去祈求安拉的引导。 同时，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提醒我们每一个穆斯林，
你过去和现在有信仰，走正道不代表未来仍然能够有信仰，能够走正道。所以你要时时祈求，如果你是一个背离者，那么你祈求能够得到正道。如果你已经在遵守正道，你祈求阿拉苏巴哈诺特拉能够使你接守正道。所以说迷失者祈求回归正道，遵守者祈求接守正道，不要迷失。那么也就在提醒我们穆斯林，第一，获得正道，走获得正信，走上正道，这是来自于安拉苏巴哈诺的引导，而不是我们任何人能够自主的。第二，正信并不会一成不变的在一个人身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再次脱离信仰，脱离正道。所以要时刻警惕，时刻呵护你的信仰。但是我们中的许多的穆斯林，等他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他有一段时间或者幼年时代也过着穆斯林生活，或者他有曾经也他也自认为或者他也是穆斯林，而这个时候他往往会疏忽大意，认为我已经是穆斯林了，我们家世世代代是穆斯林，我一直也是穆斯林，所以信仰对我不需要再关注，不需要去看重它，整天去思考信仰，整天去祈求，我已经有了。那么说，如果你未得正信者，祈求得到正信；已经拥有正信者，接受正道者，祈求能够坚定于正道，不要疏忽，不要怠慢，永不背离，直到去回家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这就像一个什么例子呢？信仰在我们身上，对于许多人而言，还不如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钱。比如说我们口袋里面如果放着100块钱、1000块钱，那么或许我们出门在外时，上了公共车、公交车，我们会注意保护好我们的钱袋，下车时会注意看一看钱还在不在，等我们去餐厅吃了饭，出来时会注意看一看钱还在不在。你说我们一天在外面当行走一圈之后回到家，一摸口袋里面钱还在，这个时候才放心。但是我们在外面的，不管是上公交车、进餐厅吃饭，或者说在路上走动、购物等等，我们都会很多次记起，注意去看一下我的钱还在不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牵挂着它，它在我们心中是有位置的。而信仰呢？你过去是穆斯林，你的祖辈是穆斯林，当到了你的时候，你现在有没有每一天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看一看自己的信仰还在不在，自己的双脚还有没有踏在正道上，自己的行为还有没有展现信仰的光彩、信仰的光芒，自己这样做还是在崇拜安拉吗？你有没有这样去反省自己呢？正如著名的圣明子阿布达的戴也曾经说，聪明的信士，聪明的信士，他始终能够明白，他随时能够自查他的信仰是增加还是在减少。聪明的信士是能随时自查自己的信仰是增加或是减少。但是我们的许多人认为我有信仰，我是穆斯林，他就不再考虑信仰的问题，他就认为信仰不会离他而去，他永远不会偏离正道。那么这节古兰经就要告诉我们，不，你要时刻祈求，时刻铭记你是穆斯林，时刻祈求安拉使你坚定于正道，时刻反省自查自己有没有偏离正道。所以这里不论是没有信仰者祈求得到信仰，有信仰者祈求坚定信仰，一个人祈求代表着大家，那就说明像表达着他心系大众，博爱天下，爱人如己的这样的心态。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联合上一节经文，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只崇拜你；第二，我们只向你祈求入住；第三，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那么我们现在要问我们的穆斯林，我们大家都在读这张古兰经，无数次的诵念，当你念到这些古兰经的时候，你是否问过安拉要我们怎样崇拜他，
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向你表达，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如何崇拜？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以安拉所喜爱的一切言行举止来崇拜安拉苏巴哈努塔拉。那么我们再要问，安拉说我们只向你祈求佑助，我们如何向安拉祈求佑助呢？好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接着讲。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继续往下讲。对，我现在一个穆斯林，或者一个人，他可能会，或者一个信仰薄弱的穆斯林，深陷于某种罪恶当中，不能自拔。他希望得到脱离，得到正道，摆脱罪恶，但是他无法做到，他身不由己。这个时候他向安拉祈求，说我们只向你祈求助，主啊，求你佑助我，让我脱离罪恶，让我走向正道，不要再迷失。那么我们就要问说，如何向安拉祈求佑助呢？难道仅仅这样有感而发的张口一说就完了吗？还不够，这样的祈祷也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所以《古兰经》里面说 وَاسْتَعِينُوا بِالصَّبْرِ وَالصَّلَاةِ إِنَّ اللَّهَ مَعَ الصَّابِرِينَ， 你们当借接忍和拜功求助，求佑助，安拉却是与接忍者同在的。你们当借接忍与拜功求佑助，安拉却是与接忍者同在的。接忍，那就是如果你在正道上你做的是善行，你怕自己无法坚持，最后偏离正道，放弃了行善，放弃了做一个虔诚者的牧民，那么你当坚忍坚持，不要动摇。如果你在罪恶当中，你处在迷茫中，你不愿意再这样不能自拔，想要脱离，那么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习惯，克制自己的贪婪，通过努力的克制，慢慢的来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摆脱你习以为常的罪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借助对安拉的崇拜，我斯泰努比萨巴里瓦索拉，你当借接忍和拜功祈求佑助。那么拜功，它是这里指拜功是代表性的提及，以点带面的提及，即你当借接忍和拜功，而拜功是崇拜安拉苏巴哈努的象征性的行为，代表性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延伸来理解，你当代借拜功也包括着一切善行，一切安拉所喜爱的善功，能够实践完成对安拉崇拜的行为，来求助于安拉苏巴哈努塔拉。而其中以拜功为最好，你用拜功来祈求佑助的时候，那么拜功中正好又要教导你对安拉的祈祷，伊哈迪纳苏拉特穆斯塔克姆。那么这是安拉告诉我们如何向他祈求佑助，那就是以拜功和类似于拜功的安拉所喜爱的行为来向安拉祈求佑助。所以大家注意看，几乎所有的善行，安拉所喜爱的规定的主命善行，在结束或者开始的时候都伴随着祈祷拜功。一开始就是祈祷 Allah Akbar 入拜，اللهم باعد بيني وبين خطاياي كما باعدت بين المشرق والمغرب ونقي قلبي من خطايا كما ينقى الثوب الأبيض من الدنس وغسل عني من خطايا بالماء والثلج والبرد. 很多这样的祈祷词，入拜之后说，主啊，求你使我和我的过错远离，犹如东方和西方远离一样，求你洗涤我犹如洁白的衣服得到洗涤一样，求你用冰雪和水来洗刷我的罪过。拜功一开始就是祈祷，然后鞠躬叩头，处处有祈祷，到最后拜功结尾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使者说那我在那么教育的渠道，阿拉哈梅尼阿乌德比给米纳达比卡布里米纳达比纳我们 fitness 的玛雅我们妈妈我们 fitness 的西海的家里，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坟墓的刑罚，火狱的刑罚，生和死的磨难，以及等家里恶魔的磨难等等等等。阿拉哈梅尼阿拉迪克里克舒克里克胡斯尼巴迪克，主啊，求你佑助我纪念你，感谢你和优美的崇拜你。阿拉的使者说，拉萨拉姆曾经说，封斋者开斋时的祈祷是不被拒绝的，整个朝觐在朝觐的前后
朝觐过程当中处处都是祈祷，尤其是阿拉法日，整日的下午都是祈祷的时间，甚至连拜功都因而提前和推迟，就是为了不干扰、不影响，或者不要中断人们的祈祷。接客。那么，正如伊斯兰学者们所说，通过对圣训的理解、古兰经的理解，在施舍之后的祈祷往往最能得到应答。施舍之后的祈祷，所以所有的善行后面都带着祈祷。为什么呢？因为以拜功为首，所有的善行之后的祈求，对安拉的祈求、佑助，都往往能够得到最快、最好的实现。那么我们要再问，伟大的阿拉苏马汗说：“伊哈里纳苏拉特穆斯塔基姆，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追求正道是每一个穆斯林的向往。那么我们要问，或者我们有没有自问，我们在诵念这些古兰经时，就这样机械的、麻木的诵念过去，伊哈里纳苏拉特穆斯塔基姆，没有去思考它的意思，还是我们仅止于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想到了这层意思之后，就没有再做深层的思考。那么就像比如说一个贫困中的人，他每天捧起手说：“主啊，求你赐予我财富，求你赐予我财富。”如果他天天只这样祈祷，而不去谋求致富的方法的话，财富不会自动由天而降落到他面前。他祈祷之后托靠安拉，他就应该去谋求，他相信安拉苏巴哈呢会给他好的出路，使他容易让他致富，但是他必须去谋求，他不能无所作为。就像阿拉苏巴哈诺，他甚至讲到穆斯艾萨阿林斯拉姆的母亲，当阿拉创造艾萨之后，通过他来生育，而他还没有结婚，他由于无法承受人们的非议，所以他就一个人搬到了山中去居住。当艾萨出生之后，他靠在一棵枣树干上，然后艾萨出生之后，玛利亚他的母亲阿里和塞拉这个时候虚弱无力，亟待着需要营养，补充营养。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这个时候启示他说：“你摇动你身后的枣树吧，这时新鲜的枣子就会坠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理解到的一个什么意思？玛利亚阿里和塞拉他经历了重重的考验和磨难，最后一个人孤身一人在野外生下了艾萨，这个时候虚弱无力，那么为什么这个食物不能自然地来到他面前？阿拉苏巴哈努瓦塔拉不让这个食物自然地就通过麦拉伊卡或者任何一种方式就到他手中，甚至到他口中呢？而阿拉苏巴哈努说的是：“你摇动你身后的枣树，甘美的枣子就会坠落。为什么要是你摇动它，它才会降落下呢？那就是人不可无作为。那么我们祈求正道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祈求，每一天祈求，就如我们祈求富足一样。如果你每一天坐在家中祈求，如何富足？你祈求过后，坚信安拉会给你出路，然后你再去奋斗。但是我们对于正道呢，每一天诵念伊哈里纳苏拉特穆斯塔基姆，伊哈里纳苏拉特穆斯塔基姆，有的人甚至思想中不会有任何意识，有的人能够知道这个结果。兰经说的是祈求正道，但是无所作为。祈求完后就完了，就不再去思考，不再去探寻。那么我现在是当你这样念了，知道意思，有发自内心的想要寻求了，你还要问一下自己：我的主啊，正道去哪里找？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那么正道在哪里？去哪里寻求正道？正如我们向阿拉祈求富足时，主啊，求你赏赐我纯洁的财富时，我们脑子会去想做什么可以挣钱，做什么可以发财，哪样生意适合我做，如何去做，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时间做等等，我们都会去谋划。但是在信仰上呢，当涉及到寻求正信正道的时候，我们说哎，真的随了穆斯塔基姆，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那么我们是否要想一下正道在哪里，如何去谋求，什么时间去谋求，怎样才能得到正道？所以如果我们真诚地想要去祈求寻求正道，当我们念到这节古兰经时，我们就会由衷地去思考正道在哪里。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正道并不遥远，正道离你很近很近，阿拉的引道就在咫尺之遥。当你念完法蒂哈，再往下，再继续往前走，你不要停下来，不要仅止在法蒂哈的 Ihdinas Siratal Mustaqim， 求你引导我们上正道之后，然后就完了，不要往，你继续往下。阿拉苏巴哈诺在下一章古兰经说 ：Alif Lam Mim， ذلك الكتاب لا ريب فيه هدى للمتقين。Alif Lam Mim， 这部经典其中毫无怀疑，是敬畏者的向导，是敬畏者的引导。正道在哪里？正道就在这部经典当中。你只要真诚敬畏地去寻求，他就会引导你。所以说我们在诵念古兰经，不要永远止于法提哈，我们对正道的寻求也永远不要永远止于诵念法提哈。当我们念完法提哈，想要去对正道充满了向往，充满了热情的时候，不要停下来，继续去寻求，继续去祈求，继续去诵念，继续去思考，你在后面就会发现到许许多多的正道。在整部古兰经当中告诉你，就是什么是正道。当你诵读了整部古兰经，思考了，尽其所能的遵循了，阿尔哈姆杜林拉，你也就走上了安拉所喜爱的正道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